不是全身性的，而是下一次它是冰冷的，热气在这个从这边就赶紧冲上来很快，而不是全身性的热啊、哦，全身性的热。那诸位在这里还没有，你们都很年轻，还没有到更年期，所以你不晓得那个燥热。下次那个燥热病来，我告诉你怎么摸，一摸就知道它燥热啊、哦。所以有一看，嗯，更年期的啊、哦，那有的太太是不愿意去医院里面检查，那也不想更年期嘛，那我还要更年期，好，我们俩一起，好，很 stress 哈、哦，怎么希望年龄大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体力倦怠，好、哦，体力很差，还好、哦，小便还是中黄，好、哦，这个时候他的脉呢红，好、哦，稍微有力，舌苔很重要，好、哦，舌苔呢，好、哦，蛋白，蛋白的苔，好、哦，我们舌苔是看他的胃气有没有，好、哦，初等的时候，二月不要紧张，二月十一号，二月二十一号舌苔是蛋黄湿的，现在会变成蛋白苔，胃口也恢复了，好、哦，胃气在那里，你如果是病人，不管原来是什么舌苔。只要有舌苔，好，刚开始你治疗还有舌苔，就治疗没有舌苔不见，变成镜面舌就完了，这病人就很越来越坏。那你如果是原来是镜面舌，被治疗有舌苔，那舌苔越来越回来，就代表病情在进步啊、哦。所以舌头上一看你也知道好坏，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知道，好，病人有进步还退步。但你不能老是仰赖舌，有的人不给你看舌苔，对不对？你们那天看到小孩，我、舌苔给我看，他就是不要伸舌头出来，拉都拉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查到。好，诸如此类。好，那这个人呢？好，这个第二者、第三者的时候，哈，到了，好，这个三月二十号，2007年，好，你见，这个时候来，他呢，哦，睡眠每天都可以睡6个小时以上，但是他很好玩，他说我有个问题，因为我工作的很晚，哈，常常到工作晚上，哈，到接近那个。1点半，晚上1点半才能睡觉，所以我1点半睡觉。现在1点半睡觉是没有工作化的啊，累到那个时候才能睡觉。那身热开始退啊、哦，身热好转。那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口渴，平常呢没什么口渴，好，大便非常好啊、哦。这时候我看他眼里面的肝虚呢，还有一些污点还存在哈、哦。那再去压他的时候，他的第四椎有压痛啊、哦，然后他的肺虚第好第三椎还有肝耳朵里面的肺肝。还有他的腮腺，我们耳垂上面的腮腺，还有 T9、哦、有压痛。这个时候我知道他肝里面还有问题。哦、这个时候虽然他的睡骨觉得肝还有问题，我们在耳针里面肝点头，就加了2味药下去。同方，哦、我相信同学现在都很知道，我会加上2味药。好、哦，这个鳖甲，好、哦，治鳖甲，还有茜草，啊，茜草。那这两味药是我们在治疗肝癌的肝加因子的时候用了很多，而这个只是鳖甲，好，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乳癌、肺癌，你都可以用，好，这个鳖甲很厉害，这个鳖很好玩，它的本性就是潜在水，它不单单是潜在水底，潜在水底我们吃鳄鱼皮就好，鳄鱼就潜在水底嘛，这个鳖不是，它在水底还挖个洞进去，然后潜在水底的泥巴里面去，就是鳖，好，鳖的性质这样的，啊，那你如果是我们的龟带龟。中国人治比较麻烦，你每次开个什么乌龟有没有？好，别人写的很好，龟你就画乌龟，好，我们就接受，好，你想乌龟丢进去，要么就给你龟来，好，你不用真的写个乌龟的笔画，好，字本来就很难看，好，再加上笔画写的那么多，好，但这些药都是我们弓箭用的，所以你看别人弓箭的力量多强，好，败龟板，龟板的话我们是用补虚用的，好，所以龟苓是长寿，我们有龟苓膏啊，龟是长寿，好。再来呢，我们吃了，他是病人住了离我们开讲3个小时的路程上面。好，从3月20号以后呢，第四诊来的时候是4月1号，好，4月1号，好，病人4月1号，那睡得一直越来越好，哇，比以前好很多哈。但睡的时候还有一点生热，白天不会生热，好，每天都有大便，好，胃口很好，口渴都很好，好，你看更改手方，好，那时候已经夏天了。好，变成夏天了，不要去管它。好，平时，然后再来诊的时候是好，5月2号，好，5月2号的2007年，好，中间我们还记了一下我们家。这个时候来的时候，你看好，从2月21号到好5月2号，好2个多月，他中间去 scan 就是西医里面 scan， 这个肿瘤肝的肿瘤好少掉一半。
4公分大的肿瘤呢，缩小变成2公分，喉咙的也还在里面，乳房啊，还最主要是乳房的肝的瘤没有啊，这个那个少了50%，那肿肺，肺里面的肿瘤完全不见了，完全看不到。那西医当然很惊讶，你赶快去吃药，不要停哦。美国的西医很好，你为什么要把病人杀掉？对不对？明知病人啊不行的，依然你给他一个机会，美国西医是这样的这种态度。所以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，你一段时间帮你查一个看，就知道中华对你有什么帮助。但我看他这样看的2月21号跟这个时候比较差太多了，而肺癌就没了啊。我跟大家讲，移转性的癌症很好治，所以你抓头抓尾，好，抓头抓尾，我们都抓到他乳癌跟肝脏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吃这个药，不改变它。那大便呢？好，我们让他那时候5月22号的时候告诉我，大便出来我们有没有排净的感觉？没有完全排出干净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我就用同方，好，我们加了鳖甲跟千草以外，哈，我们不改变，我就加了一些大黄。那你也不用说很让他下力，你说你老师我这个支肝要治大肠，我就让他下力一点，开个3钱啊、哦，不好，那太过了，我们加1钱半，他因为有出来，只是不干净而已，这个剂量你们要抓得很准啊、哦，1钱半，你不要说3钱，你看我给他开3钱，就他变成下力啊、哦，下力就不好，理虚掉了，理虚掉刚才刚好作怪，所以我们要补虚健他的元气的同时，把他不足的东西排掉，这就是难就在这里，就好，我常常在跟大家讲。中医治病，这行修车子在车子在开的高速时速80迈的状态之下，你把它修好，这个厉害啊！好，西医是把它停到车库里面，就静止下来，把它拆下来修，也没修好，啊，所以中医比较厉害。然后呢，喉咙方面，我就一直加强它的海藻，好，海藻，好，就是这种方式给它吃。好，到了5月16号，来，好，这个复诊的时候，再诊的时候是5月16号，啊。病人心情都好啊，当看到癌症，看到缩肿瘤都缩了，好、哦，非常的好。然后睡就睡6个小时一觉，是晚上工作到2点钟去睡，好、哦，晚上2点钟睡到早上10点钟，太阳出来才睡到自然醒，你看好爽哈、哦，身热都退掉了，手脚都温热，口渴都减少了哈、哦，胃口很好。那这个大便每天都有，好、哦。那这个病人呢？他 Annie 有一个，我一直不愿意去讲他，好，我也不愿意提他。他一直在注射一个东西，好，这注射这个东西呢，跟他以前他调理他月经有关系。他不喜欢他月经来，那并不是一种西医治疗肝癌的方法，也不是治疗乳癌的方法。他注射那个药物以后，月经不会来，那他一直没有月经来。那我也不愿意去破坏他这种想法，也不去摄入他的哈。那这个应该是女性荷尔蒙之类的东西。好，但是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还继续注射，让他月经不来。我们通他的大便，还有按照其他的治诊的方法，你看他乳房照样好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右边乳房地那个完全正常，好软，他自己说完全软，有没有？左边的胎完到了后的硬盘，他上次来的时候整个软掉，是整个软面容硬，病人恢复得很好。那很好玩，就是上次他来，这个他那个朋友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病人，他们就一票到同病箱里都在认识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他们查出来这个癌细胞指数很高，好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他们基因认为他们弄错，要重新再检验一次，因为他不会这样，因为他所有的 scan 的结果都很好，而整个癌细胞很高。可能是看错别人的、哦、那西医给基因检查，你一定要小心、哦、我们最近还有纽约呢，发生一个问题，看错贴错标签，这个女孩检查不是乳癌，她把切成乳癌，就开刀开就两乳癌乳房被切掉，那女的以为得了乳癌，你给她切，切完又发现到她不是乳癌，啊、哦，现在在秘密和解中，赔多少钱不知道，啊、哦，美国常常出这种事情，那从头到尾这个乳癌移转肝癌就这一方，好、哦、这一方。把第四期的乳癌还有肝癌都清除掉，肺癌已经清除掉了。肺癌这个时候在自己3月20、4月202个半月，差不多2个半月的中间，他的肺的部分，好，他肝的部分，肺的部分完全去掉，肝的部分只剩1/2。好，那这个处方直到现在都没有变。那我们呢，这种案例我们要知道它完全好，很简单，就
就是我们的七大这个症状啊，都能恢复正常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啊，乳房没有硬块，按它没有了，然后其他的啊，你胃口啊、睡眠啊什么都好了啊，这就代表它恢复了啊。那如果这个病人没有给西医碰，没有给西医碰，一开始就是我们啊，我们后面用到那么大的组吗？不需要啊，几味药可能就够啊。如果你不会用，比如说乳房只是硬块，很多人不是乳癌，它硬块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在我们有一本书叫《奇方验录》啊，《奇方验录》。那这个《奇方验录》里面呢，就有四物汤啊，我们加个炒麦芽，那去能够去乳房的积水啊。我们的汉唐二号也可以去，汉唐二号经方里面。哦、我是用桂枝汤加葛根，好、哦，再加一些，好、哦，活那个化那个化乳房补液的那个药物，所以二号也可以去掉。那当你发现到硬块，只要在硬块在胸部里面有痛，或者是表面上光滑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哦，那如果有初期乳癌，你可以跟我开我们刚刚的处方，你的治鳖甲、茜草这些都用不到，你加点乳液就够了。啊、哦，我完了就够了。一定有伤口破裂出来，开始流脓、化脓、很臭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止根啊，好，我们加重这些药下去，好，影响到肝胆，我们才会把它憋下，治憋下跟欠草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就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看的这个结果。那这个我们大家看过我们的 article， 包括我们写的乳癌的 article， 我们最近一个病人呢，小孩子是20岁得到红斑性狼疮。这个20岁得了红斑性狼疮，吃了从17岁吃到20岁吃了红那个类固醇的药，他你看他到现在20岁胡子都没有，都不需要拔胡子。所以男人会得到红斑性狼疮，或者男人会得到乳癌，都是因为精子在下面走，残渣顺着韧脉走到上面来到嘴巴旁边产生的胡子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。所以他男人的第二性征都没有，好胡子没有，那因为这个残渣直接跑到心脏里面，男人得到红斑性狼疮。那如果残渣到了任脉，然后跑到旁边乳房，男人会得到乳癌的原因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啊。这个2月9号，2007，因为太太呢找我，好、哦、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来找我。那这个后面呢，病历上后面呢，全部是他。我让他把资料通通给我哈，包括他验尿包括验血包括什么通通在里面。这个证明，这个、我们可以中医可以完全把尿毒治好，那就是西医的 confirm。那西医即使现在已经帮他洗肾了，可是呢，我们认为还没有完全好。好，在中医的标准比西医的高，所以我们不要讲其他，很多尿毒的病人我救过来，这只是一个，我叫他你把资料给我，好。那其他我可以要很多资料，只是我没有去要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从根据他的自述，去年2006年9月19号开始接受洗肾，啊，当时的状况呢，他的眼睛里面 bloodshot， 就是很多刺青哈，很多血，他们会眼睛里面会破裂，然后头非常的晕眩、恶心，肾脏要衰竭的时候。两个主要的症状，一个就是头昏，一个就是恶心。为什么啊？一个症状你要了解它为什么来，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处方，你才知道如何去辨证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也有头昏啊，啊，可是他就不是症状啊。有的人头昏恶心啊，月经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肾脏衰竭，你以后一看到头昏恶心、肾脏衰竭，你就小题大做啊。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？啊，一个人呢，我们如果身体这样啊，你看肾脏哈，这样两个肾脏。肾脏在中医里面观念里面是水的，当你无阳的时候，肾里面阳没了，啊、哦，那只有阴了，啊、哦，阴。但水呢？水没有气化，没有气化，这个水就是冷水，啊、哦，不是热水。我们身上的水要热水，啊、哦，你如果不相信我讲的热水，你小便的时候手放到小便里面摸摸看，啊、哦，自己一边小一边摸就知道是烫的，啊、哦，那你不知道自己小便是热的，那你真的你也不是人，不会做人了，哦。那如果肾脏没有办法把这个水气化，就代表没有阳，是冷水。那冷水会越来越累积越多啊！你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要喝水啊，还身上会积水，好，肾脏就越来越差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你在矿坑里面或者在哪边过去，你看很多在
意外灾害以后 找不到，就一个礼拜十天后找到他了，都是肾衰竭，啊，是急性的肾衰竭。但他不是原来有问题，而是因为当时缺水，所以他后来肾衰竭以后，好，啊，洗几次肾就好了，以后就不用洗了，哈，啊。但是他本身肾没有问题。那你本身肾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水会越聚越多。当你积到胃里以后，积到胃部以后，恶心，就会很恶心，想吐。啊，那到了你的横膈膜的时候，你人身上一动，这个水就在那边晃。水在那边晃的时候，就好像瓶子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水在晃。晃的时候头就开始昏，但是瓶子里面没有水，是热气。人是这样子，是个瓶子，那里面是热气，你在晃，热气还是一样。所以只有冷水在晃的时候，头就会昏。啊，就像我们五苓散，像我们的苓桂、树干、竹竿汤，啊，对，头昏，啊，还有正午汤的头重，甚至于皮低头要撞到地上那种的水饮的症状，啊，我们都会用，都是因为冷水造成的，啊，所以我们金方里面就想出来很多利水消导的一些药，我们用温阳利水，啊，大部分用温阳利水。那肾衰竭的时候就是造成它的原因。那当时呢看到这个症状，其实就是说找不到原因嘛，啊，就是突然就肾衰竭，很奇怪，怎么会肾衰竭，就奥路里面，啊，其实当一般来我们这边美国这边处理的，不知道你怎么病怎么来的，啊，知道你现在肾衰竭，但是不知道你这个病怎么来的，就是奥数里面啊，自己免疫系统好的，然后你以后你会看到很多好红斑性狼疮也是里面奥数里面的 system 啊，就是这种 disease 啊。那他这个人呢，瞬间血压会哇升得很高，因为你肾功能没有了，肾上有动脉跟静脉，那个肾功能没有就没有动，不会动，不会蠕动，那血管就会变得很窄，好，啊，这个血压就会飙得很高啊。哎，这个太难看。出诊的时候，好，第一个，你们要会问啊，哦，你要来看肾衰竭，你跟他说，哎，你婚姻好不好？这就是鸡同鸭讲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他好胃口好不好？好，哎，他说胃口不好，好，对，我的胃口不好。第二，肾主恶变，肾脏衰竭的时候，小便没有便意。小便完全没有意念欲望要去小便，那还会影响到大便。我问他你大便如何？好，大便秘。这个大便秘的时候，你问他 how bad 是三天还是隔天还是一个礼拜？这个有关系到你以后下手盲黄那个大黄还有盲消你要开多少？要开这个剂量的问题，所以你就问他。好，那如果说我的便秘是每天都有，只是没有排尽，那你消导攻坚的药就是大黄要开少一点，好。那如果说我一个礼拜才一次，我十天像那天来，十天来一次，我还客气啊，我们全给你下去啊，哦，你不要等他，哪有十天来一次的？你又不是那个，我们是进有进有出嘛，除非你肛门缝起来，那你是早死掉了。那十天不大便了，哦，笑死人了，哦，那他的医生也很烂，那病人十天都不大便，那家庭医生也可以开除了，哈，哦。大便秘，那大便秘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看，哦，你大便秘，我们要知道。你是阳阴实还是的寒实还是热实的便秘？好，小便什么颜色？如果他病人陈述小便清白，而且便秘不为所苦，肚子也不痛，五天不大便他也不难过。你不像你五天不大便是这样的，我保证你发狂奔走哈，哦，那个对啊，那个燥气往回冲嘛，他很好，没关系。那这种就是阴实寒实，他呢小便黄，小便颜色是黄的，我们知道他是热实。他呢还有一点便秘，小便秘还有一点，代表功能还有一点，肾脏功能还有一点在那边。好，那就问他，你多半时间身体感觉的是热还是冷？好，多时是冷，多数时间呢？好，是冷的。好，那你脚是冰冷的还是热？双足冰。好，根本是寒冰的。好，冰冷的。有没有昏血？没有昏血。好，没有昏血，因为他已经在洗肾了嘛。好，昏血就没有。那月经呢？当时呢？六周没有来，啊，有六周没来，啊，一直没有来，啊，那这个是初诊的时候，在我们中医治肾，第一个要去治心，去强肺。啊，如果能够煎到疏肝，啊，让肝水去生木，
这个病人就正常，叫做正常。所以过程第一个，我们去守护住心。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把心守护住，这病人就不会死，因为不会移转。好，就是肾再怎么衰竭，心肺不会衰竭。好，大不了水肿排点利水的药，就这样维持到。好，然后怎么样让它水一生木？好，继续生水。啊，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向，是吧？那第一天来呢，他因为胃口不好，我想，既然胃口不好，我们从这个柜子上开始做加减。所以第一天开始他的处方很好玩哈。你们想也想不到，我会开桂枝汤，桂枝四钱，就是指白芍四钱，炙甘草、生姜，两片，红枣，大枣十个，那我们。手四肢冰冷，手脚冰冷，我们要壮心阳。心阳不正的时候，要把心阳壮起来。壮心阳的时候，就一定要用到这个生附子。壮肾阳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什么？炮附子。所以我这里的生附子，实际上为了壮心阳，守护住心脉。所以我们经方里面用到四逆汤证的时候，四逆汤的时候要用生附子。好，干姜、炙甘草就是为了怕心肺衰竭，干姜色白，辛辣入肺，然后炮附子、五辛、炙甘草。好，那我既然用了那个生附子，我们当然会用干姜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干姜和生姜同出现在一个处方里面。好，然后这个其他的药呢，我们开白术、茯苓、桂枝汤，加上。白术、茯苓本来就是健脾整胃，能够开胃气的一种药，便秘啊，没有目风，当归，当归，补血，那细心，三钱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最后一个药就是炮附子，炮附子。那这个细辛跟木通当归和前面的桂枝汤就是我们的当归四逆汤，当归四逆汤证。所以在当归四逆汤证里面呢，我们加一些补脾胃的药，加了炮附那个生附子跟干姜，还加了炮附子。炮附子能够固肾阳，生附子强心阳。好，这个处方叫干姜入肺。好，这个处方吃下去以后，病人吃15副，第一天拿了15副，那从第二诊呢是3月，来做复诊，第二诊。第二诊的时候，病人就说：“哎，大便好了，你看我有没有大黄？没有大黄，我靠木通，靠当归的油脂把它清出去了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当归肾经汤证。”你吃当归肾经汤，你会下痢。哎，吃了怎么好？多滑一两次之后，但是那种下痢呢，跟你吃大黄的下痢不一样。那这个大便很好，胃口好了，胃口好转。那恶心完全没有小便的便意开始增加了泡沫里面减少。常常有人说小便里面泡泡很多，就是那种蛋白比较高一点，多一点，就像小便的泡比较多，减少很多然后颜色不是白色的，颜色。也不是，原来不是棕黄吗？它颜色变成淡黄了。这个身体冷还是有，还是感觉冷，手脚还是冷的。这个血压呢？这个在当时他自己查呢是110的，128是高压，低压呢70的话，血压已经降下来了。那我们在治疗心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心脏功能恢复没有？心脏除了主睡眠以外，因为心藏神主睡眠以外，心主五液，是吧？我们身上汗液、小便、唾液、这个我们的涕水、眼睛的液体五种液呢，都是心脏在管。所以尿毒的病人，他肾脏有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影响就是心脏。
所以尿毒的病人或者心脏病的病人，他是基本上没有汗啊，在家运动，他只能跳跳啊，追赶跑跳动，他就是不流汗啊，不会流汗。那如果呢，你吃了我的药以后有没有流汗？有的时候你不要把病人症状都跟他讲，他会有心理去想那个症状，想了就着相啊，着相就是他不知道我怎么还没流汗啊，那哎，这个可能是汗，可能是流汗，他不确定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去从没有从头到尾不跟他讲这个，他就说有，我有流一身汗。我说那为什么流汗？他说我去跑运动，说哎流一身汗，我心里讲中要到，啊，那我们有时候可以留一些保留一些一个症状或两个症状在心里面，不要去跟病人讲，因为有的病人很神经质，啊，很神经质。那像我们有的病人呢，以前柜台的小姐给我们。我没办法在这里工作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你看我脾气不坏，我对员工很好，也很难被我开除了，实在是逼不得已我才会很好的跟你讲，叫你不要来。他呢，病人今天来找我头痛，我要看你医生，他过一下他就开始头痛了，然后那个病人我那个胃痛，我马上看你一下，好，就过一下他就开始胃痛，就到一天下来以后，我今天看很多病对不对？然后他笑我说，他说你看我今天身体不好，我什么我头又痛，胃又痛什么，你去了还饿着啊，这个今天都看不过的。实际上他有没有病？没有那个病。那我怎么用它？它只能到那个 Disney World、啊、Universal Studio 去收门票，或这样可以看，对不对？很开心嘛。在我这边诊所，每一个都有病，他都是每天生病。好，那我每天光用它就够了，这个东西实在没有办法用。好，那还有出汗，代表方向是对。第二次呢，同样的处方再给他，好，没有改变，再次十五副。好，那这个病人呢？所以你看，这个处方是当归、圣女汤的加用。我们曾经在治疗血癌的时候，病人出现了手脚力冷，里面恶寒，也是一样恶寒啊。好，这个我们开处方，头昏，我们开处方当归、圣女汤的加用，里面用生附，生附用在治疗 leukemia、lupus、红斑性狼疮血癌，很多尿毒，好，肾脏衰竭，无一不好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好，所以生附子变成谁会用生附子，谁就。很少这个对子啊，西医不要讲，对中医就很少，因为中医虽然标出生附子，炮附子不敢用，对不对？炮制过也不敢用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三月二号以后，我看他恢复的很好啊，给他加一点。这个好，第三诊我没有改变，到第三诊哈，他来找我的时候是这个3月23啊，2017年来找我，这个时候大便非常好，体力好转了哈，头昏啊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他就告诉我了，我就说你把资料给我，他就说哎，我有查到啊，他的，好，你们翻译成什么肌酸呢、啊？哈，他是西医查的，就听你，他的指数呢，从3.1哈，啊，原来是4.7，就掉到3.1，降了。这个当初他在9月19号的时候。去年2016年9月19号，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指数很高，所以西医判定他要洗肾，就吃红药开始下降。下降的病人，哦，一看西医一看，哎，怎么那么好？我们洗肾不可能把你洗成这样子的哈、哦，没有洗肾这样子哈、哦，倒来洗肾还倒来，这不是代表洗肾在救肾吗？好、哦，洗肾只是维持好、哦，不要更恶化，只让你慢点恶化，不是让你好，就是让你好的现象。所以那个当这边我们这牛那个泌尿科的医生就讲说，哎，赶快吃中药不要停啊！这美国西医就很好。那病人呢，好便秘，小便的便秘一直在恢复哈，那血压都非常的正常，吃药中的血压都很正常。所以肾脏有问题的时候，血压也会偏高啊。我们治疗很多的肾就是高血压，我们从肾脏开始下手，好，他血压就恢复到正常。这个时候看我可以加一些补药，前面只是阳药哦，没有加补药给他啊，没有补阴的药。我就开一些啊，补骨子，同样的药啊，我就加点补骨子下去啊，还有拜归版啊，拜归版。我刚刚讲过这个拜归版，好滋阴的药啊，拜归版。那补骨子用3钱啊，拜归版啊，这就是滋肾阴的药。那我们阴和阳啊，我们同时顾虑到啊，这个吃了药以后，到了4月13号。4月13号，再诊，好，2017年。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加？因为他吃到2月23号降到3.1，我可以再加一些上去，看他会不会再帮助他。啊，因为阳药已经开尽了嘛，开到尽头了。你那个生附子是不是开到尽头了？啊，那没有尽头，就加点滋阴的药，治阳的药都有哈，我们就开始这样。好，
那加进去呢？好，我们看看到3月4月13号它的效果如何呢？好，就它来的时候，好，这个，哦，那个，这个 creatinine 又从这个3.1下降到2.8。